谁？哎，警告换个说法，讲的像名称是谁一样。好，你看这边想要扶，那边想要拉，都不知道怎么弄。对，因为你肯定没扛过人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。拉手，拉手。对，也没办法。好，然后月芳实在看不下去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就把整个椅子扛走。月芳说：“你等一下。”等一下。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过来拉甜甜。还好不是我拉单方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哥话好好讲，哥。没有，你不用那个，你就是一个就是对活尸。好，没办法。你睡成这样啊？那等一下，没有吃饭。你看我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这个很难处理。不是啦，你可能就是要拉他的一只手，先把他扶起来。但是他有意识。来，所以你对，你可以用点力。单手会不会好一点？我这样可能抓不到。还是要礼貌，很怕。对啊，对。哦，你应该勾不到他了，对不对？我勾他。对，哦，很难。我是说你拉他单手，是月芳拉他单手，我拉他单手脖子上勾，哦，这样，对对，你蹲一下，我就是想这样的，根本需要费到他这样吗？这样讲很费劲，好，那就照你刚才这样，啊，对，拉起来，直接这样走，对，好，我刚才以前那个样子，对啊，那也是，照片全剪切。应该没办法，对啊，妥了啦，正道有可能，可以，好，那就这样好了啦，比较简单啦，对啊，我要这样把它抱起来，对啊，你是这边最没问题的一个，好，你干嘛就把它这样缠起来，缠起来，宝宝在哪里？宝宝在这边啊，宝宝在这边啊。带甜甜回去。回来，甜甜回家。你拿他包，以为就是甜甜的。对啊，甜甜回家。甜甜回家，抱他，抱他，抱抱。那他也太醉了吧。觉得要轻易。
轻如羽毛，像一片羽毛一样。我怎么感觉到你刚刚有点沾沾？不费吹灰之力就抱起来了。拜。开心开心。这些无情无义的人。套房留给你有好什么怨的？我不用走的，我走吧。感想是人单下的手臂会不会颤抖啊？结果有颤抖吗？我有感觉，我其实是深刻在感受，其实没什么颤抖，蛮有力的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很贴心。发红包。而且他每次在放下来的时候啊，就是很舒适，让你有一个就是阶梯的感觉。就是很均衡，就不会这样，会把你丢包倒下去，不会，他不会，很贴心。对，我刚才还特别让你腿先下，对，非常好，降落加分，大加分。那我们来问问题，说今天抱这个段位感觉怎么样？哦，就是虽然他是一个活尸啊，活尸，没有，就是抱起来的感觉，好像没有抱东西，太是空气，降到多少？降到多少？186的，等等，好好好，没有，其实他真的还挺新的，就是我刚抱之前，我有先问他，就是没有，不能说出来，但是很轻，真的抱起来没有什么负担，所以还好抱了三次也不会觉得很累，就是他的体型比较娇小，可爱一点，我有抱过175、6的，真的哦，这么厉害，那你抱起来吗？175、6，而且还不是特别特别瘦，就是比较运动健康的那种。然后有抱过，可能看到那个 Daisy 影片，然后自己会对号入座的女生，可能就先居居。真的第二次就这样，微颤抖，是我体力比较不好。好，那特别，传你们之后的家给我们，小心让你抢先看一下，很期待。这边真的是那个黑色的家。很美嘛，很像，真的很像电视。这个我挺满意的啦，就是灰灰木头色，就是很艺术家那种文学，其实也蛮像我自己家有一个地方，差不多。那下一个吗？你们共用的天台，这个阳台啊，对对对，这个露台的部分，对，一起用共用。哦，很多这个我家出来，你家出来，很多剧情都会在这里发生。对对对，很精彩的地方。然后再来，哎，这个是还没有装潢好吗？还是原本就这样，半成品这样？哦，其实他还在装一些小地方。其实，对，这个就是学生套房，有钱人家，学生套房，学生套房。不对，这个学生套房怎么会跟有钱人家只隔了一个墙壁？对啊，这不合理啊！同一个地区，哎，怎么风格差异那么大？我租的。对，你说因为它是二邻居啊，在我们到目前做功课的写的小本本上面都是写二邻居，邻居高这样。对，二邻居。对，目前还没有特别太大的感受。对，因为我们对到戏其实还蛮少的，可是现在有慢慢加分了。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开拍了一个月了吧？对，我们见的次数很少，然后拍的。一期拍的也很少，都是各自拍各自，所以可能要等那个进棚之后才会真的比较。前面都要两个月后你再来找。宇哲哥多多照顾。我多花钱。先软一下。有没有看到后面的表？哇，都超满。对，进棚开始之后。哇，你很精彩，12号。那宇哲有没有期待我们那么正的邻居在进棚？没有，我很期待，而且不止一位，一次会好多位，任君挑选，对的，会很吵，到时候要投诉，就是报警，把那个气密窗关紧。对，就是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戏，就是棚里面的那个，就是家里面的戏，因为真正精彩的其实都是在家里面，会发生很多很多事情，好玩，就是爱情的部分，然后友情的部分，然后还有我也有我的友情，就是我的助手。Sam， 就是棚里面真的就是很轻松的，然后大家欢乐很快乐剧情，就像今天的剧情一样，类似，那么强那么好笑的，差不多，真的差不多。Beatles 粉丝们，请大家锁定我的青春，没在怕，在怕，耶。可以怎么？先不要，介绍吗？哎，我家有客人哎！我的隔壁邻居怎么会坐在我家？他们怎么会坐在我家呢？闯空门！对啊，你有我们家钥匙，你有我们家钥匙啊？
不是啊，中这个露台的方便就是你自己可以随时进来，让你想要坐的时候你就进来坐。冰山家的沙发比较大，比较好躺。他这个，哎，我们家的沙发还真的是。他的沙发比床还好睡。对，大家投票第一名，最好睡的地方。天硕家的沙发很好睡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在这个戏里面，我们三比天硕还有钱。真的，冰山家比天硕家还大。有钱人通常都比较低调，知道吗？